热门话题来关心，配合中央的振兴五倍券，高雄加码推出了高雄券，还邀请到球后戴资颖代言，不但将他打球的英姿印在五倍券上，而且小戴也亲自拍广告，连续假期剧照曝光了其刘海妹妹头加上了中空妆，时尚俏丽造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中空装搭配短裙，尽管女主角戴着口罩，但强大气场还是让人一眼认出这是球后戴资颖。就跟她平常比赛的，反差蛮大的，有了那种霸气啊，她现在就变得很淑女。不同比赛场上的运动服、齐刘海，外加小露性感的中空装，时尚又俏丽，潮汐眼球，球迷惊呼小戴好美。我以为她是一个帅气的。就是女孩子，但是其实我感觉得到她有一个小女生的那种萌感。中秋连假，高雄市副市长史哲带了应景的柚子秘密探班，让小戴最新代言剧照曝光。身为高雄圈代言人，连假期间没放假，加紧拍摄。去年戴资颖化身领队替高雄拍摄观光影片，大获好评。今年继续代言高雄券，不止券上印有戴资颖的肖像，本人也亲自拍广告。除了中空装，还有裤装和运动风，一一曝光的剧照，世界球后推广高雄，让人期待。记者张崇敏，高雄报道。